之前我定亲的时候，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，可最后亲事不是。终于等到吴磊和赵露思的吻戏啦！你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往后，你要是还说如此我不爱听的话，我就还用这个法子堵你的嘴。两人在陆剧《星汉灿烂》《月升沧海》中搭档演出，树下之吻场面超唯美，不过拍摄时却因为肉麻台词频频笑场。真的浓郁就是你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刚刚咽了个口水？一心不能二用的，我要么一门心思扑在皇后和公务身上，要么一门心思扑在你身上，你挑一样吧。那还是扑在我身上吧。那还是扑在我身上吧。若是你还要讲这样子，我不爱听。是这词吗？是这词儿，是这词儿，来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往后你要是再讲这样，我不爱听。你真的很太酷，可以了。哎，你知道他什么表情吗？这糖分真的超标，花絮简直比正片还要甜，就连另一场吵架戏码，彩排时也是甜甜的。已经完了，完就完了。我们两个死心的，已经查到了。已经完了，你们的牵涉牵扯其中，对吧？你刚才说的刚才就是没什么，刚才劝皇后多喝了一碗粥没有。我傻子吗？男人这么好骗吗？大告诉你，时间是太过于盘中锁的。一个机器师，抱歉令你失望。受伤了，先让我自己回去。吴磊和赵露思的组合让观众直呼真的太配啦，完全了，见外如宝岛。